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咁我头先已经将除咗基建以外嘅国情之文重点讲完啦，咁但系咧嗰啲都属于系我觉得系比较枝节少少嘅，真正重要咧就系我抽取咗基建呢个，咁我先即系由头讲起啦。喺 Donald Trump 竞选期间咧，佢就已经讲咗，我之前我节目都讲过，就系佢会强调话佢嘅第一步就系减税啊嘛，即系佢做咗啦系嘛，之后就系加大美国基建。咁喺佢竞选期间咧，佢就讲系一个 trillion 嘅。咁之后呢，因为佢竞选 up 嘅嘢系咪冇人当真嘅。咁但係佢依家呢次呢就真正系攞咗个真嘅 number 出嚟，就加到 1.5 个 trillion， 就相当于系我之前讲过，唔知道记得我美国嘅总成个 GDP 系19个 trillion 美金啊。咁其实只系相当于美国一个月嘅 GDP 啫，就唔系好多嘅。我估相对即系因为你我系中国基建惯嗰啲国家呢，就觉得唉十岁啦，一定要 trillion 系嘛，我哋嗰啲咩12-50唔系喎。啊，你讲一个 trillion 成70,000亿人民币，嗰次我哋系80,000亿啊，80,000亿系嗰个金融机构入边泵水，但系佢讲基建就相当于我哋话抌喺咩高铁啊、动车嗰啲钱嚟嘅。但系如果我冇记错啊，我哋都系净系个债都唔知争咗20-30万亿噶啦嘛，我哋争个债啫，系啊，咁肯定抌嘅钱唔系全部债嚟噶嘛，肯定好多钱系使咗，谂住咗仲有收入噶嘛，所以1.5 trillion 对于美国嚟讲就唔系咩大数字。同埋咧，仲有个重点，嗰篇文章入边讲嘅，就系联邦政府攞出嚟嘅只系200 billion， 即系2000亿美金。而呢2000亿美金咧系分10年攞出嚟嘅，即系每年都得200亿美金嘅联邦政府攞出嚟。咁1.5 × 0.2，咪当然1.3啦嘛。咁另外个1.3 trillion 点嚟咧？佢就并冇讲清楚嘅。但系咧，基于即系普通正常人嘅逻辑咧，一讲就系一般嚟可能理解就系叫做 PPP 啊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即系有。简单啲讲就类似于我哋广州嘅咩学董大桥咁啊，我唔知系咪啦，但系大多数我哋广州以前嗰啲基建都系咁样嘅，即系政府就话啊，嗱你咩香港有钱佬攞笔钱出嚟起座桥，跟我俾你收个过桥费，收唔知20-30年咁，跟30年之后你就拜拜啦，政府就重新拥有翻呢条桥嘅拥有权嘅，就到我政府收，所以咧你同我系 partner， 我俾个地俾你起桥，你投钱，你收钱。收返之后你拜拜。咁呢种係一种形式啦。有另外一种形式就係话政府可能就即係相当于大家股份制㗎嘛。即係好似以前我哋清末嘅时候啊，咪嗰个咩啊四川嗰个叫咩保路运动啊。点解係保路运动呢？就因为嗰时就係 PPP 㗎嘛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清政府同当地居民 partner 咗，跟住食咗当地居民股份，当地居民唔制咯，保护条铁路。
但个逻辑都一样啊嘛，即系意思就政府冇咁多钱，就唔该你民间揞钱出嚟就搞基建。咁其实呢个都唔系重点，其实真正重点咧就系美国佬嘅呢个基建同埋我哋普通人理解基建系有少少唔一样。我之前睇咗两个采访，一个咧就系采访一间公司叫 Jacobs， 就系美国搞基建最大嘅一间公司嚟，跟另外一个就叫 American Water Works， 就系专门搞美国嗰啲排污啊、水管管道嗰啲基建公司嚟。因为他们就讲咧，系话叫做下一代嘅基建，即系咩意思？即系譬如好似水管咁啊，正常人谂个水管咪铺管道咯，系咪？你旧管道换新管道，但系佢就话喺呢个基础上，就会另外一啲更加新嘅 concept 喺上边嘅，就话所有啲管道咧都系会有一个监测器咁样，相当于即系想电子化所有个水管管道。假设你以前爆水管喺某个区爆水管，喺佢爆之前咧，其实喺第二啲区嘅水压就开始下降咗啦。即系其实你可以预先发现呢度准备要爆水管噶。咁如果你收集咗啲数据，即系你之前讲话点样数据搜集呢啲嘢系嘛，你预先知道监测到个水压开始下降，跟住就派人过去修理呢个水管，咁嗰个水管就唔会爆水管嘅。即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水管嘅逻辑，即系就包括埋应用喺道路基建上边啦，就唔系纯粹话钢筋水泥嘅，佢系将成个城市电子化。因为你知美国啲基建已经佢讲水管个平均嘅水管个年龄已经125年啦嘛，其实已经系需要换噶啦，已经去到呢个年纪。即系其实佢依家要做紧嘅事情，其实系将美国嘅啲基建系做一个信息化嘅革新咯。系啊，咁头先讲啊，即系其中即系一种基建，但佢成个逻辑就系话，头先讲电子化咗佢。收息化系啊，就唔系简单咁样，唉，抌钱落去起高价，起咩高铁，即系可能佢都会起高铁啦、但系就系更进一步，通过信息化嘅手段去让到佢嘅效率更加高，同埋成本更加低，同埋预防不可预测嘅经济损失。咁同埋我之前有冇讲过话，鬼佬起基建一定系计个成本效益嘅。如果你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就更加重要，因为你 private 啲钱嚟，可能唔知咩投资基金钱，你唔可以抌咸水海啊嘛。佢要计 ROI 嘅，所以应该就会更加谨慎一啲嘅。咁同埋就有另外一个更加大嘅客观原因，就系我唔知基建，因为新公布就系失业率系4.1%啊嘛。咁如果你已经咁低失业率啦，咁你仲边度搵咁多人嚟搞啲基建咧？咁基建要人嚟搞啊，咁就当然。但系唔系，你啱先讲到话。佢嘅整個目標，其實係做呢件事嘅重點。其實佢唔係學中國咁樣起鋼筋水泥喎。佢其實更加重要嘅係就係話，即係其實相當於簡單啲講就係話，我依家要做嘅唔係起二次世界大戰咁樣，好似落餃子咁樣起航空母艦。我而家要做嘅係將二次世界大戰時候我起好嘅航空母艦，依家加啲火控雷達啊，同埋啲電子化嘅設備啊，去我啲二次世界大戰嗰啲航空母艦上邊。佢做緊係呢件事，應該兩樣都有。佢都唔係純粹喺現有基礎上加嘅，佢好多嘢都要起新嘅出嚟。讲时水管一百二十五年啦，已经系咪？你会换啦？咁唔使换啊，可以唔换嘅。或者佢可能，其实佢依家着紧推动嘅，未必净系话好似中国咁样类型。其实佢喺推动紧，即系美国其实领先紧嘅嗰一 part 嘅嘢，即系类似于美国咪喺电子化、信息化呢方面做得好强嘅。其实佢将呢啲技术系落地到佢哋嘅基建上边嘅。咁其实佢对呢啲行业、对呢啲领域，其实系有推动意义嘅咯。因为其实相当于我俾 Silicon Valley 嗰啲科技公司，其实系有订单嘅。嗰啲就系属于设计嗰啲啦，但系具体要安装咁，都系要另外 subcontractor 啊嘛，另外啲承包商咁，嗰啲人都系要人力噶嘛。就嗰、那个我，如果佢拉长嚟做啊，应该冇问题。如果佢讲咗嗰200个 building 拉咗10年噶嘛，咁即系证明佢。自己話即係唔係我中國咩12、53唔係一個國5年計劃，一拉就拉10年。咁、而且你話我以前不停講話無人駕駛係嘛？我唔知道無人駕駛需唔需要啲咩基建啦、即係喺安全方面，即係譬如話你以前嘅紅綠燈，咁係咪有新一代嘅紅綠燈、就唔係以前嗰只啦？咁因為你啲車都唔係認到。適應嘅依家，其實 AI 已經可以做到嘅。唔係，即係你紅綠燈背後有個操作嘅中央系統啦，係嘛？點樣可以優化呢樣嘢，或者點樣可以即係以前係好死咕咕啊嘛？一係紅燈，一係綠燈，咁又唔可以有第二種模式？我唔知啦，我唔知咩模式。好簡單嘅，如果你話要知道呢樣嘢，好簡單嘅。我喺整個路面嗰度，尤其個主幹道同埋主要嘅支幹道嗰度，我裝啲傳感器，其實我係可以記錄到。佢個車速流量，跟住甚至可以計到就係話，即係全市道路網絡底下，我每一個區域其實佢依家車輛嘅密度係點嘅，跟住我個算法可以計到就係話，我點樣更加好嘅去優化紅綠燈嘅時間。唔係，但你講呢個都基於現有個紅綠燈基礎上啫，因為我哋依家邏輯就係我哋個人眼見到紅燈就停，綠燈就去啊，係嘛？係啊。但你無人駕駛，你唔需要話俾唔需要燈啊嘛，你只有個信號發俾個汽車，汽車就去啦嘛。可能呢個世界上唔使咁複雜，因為汽車其實佢嘅無人駕駛其實佢已經係佢都有個 sensor 喺度，其實佢係可以知道咗依家係紅燈定係黃燈定係綠燈咯。唔係，我意思話基本上係唔使有紅綠燈啊，佢只要知道係咁。
究竟去定停？屌，咁啲錢冇必要嘅，政府出啦，叫科技公司自己出就係啦。咁我點解換曬全美？你個十字路口唔屬於任何人擁有，就是、政府擁有噶嘛，唔係科技公司擁有嘅十字路口。咁你十字路口上基建梗係你出啦，係只係汽車嗰個入邊啲嘢係你科技公司出啫嘛。所以你啱先話咧，如果呢方面搞基建咧，其實佢可以加多啲傳感器上去咯。跟住我 set 傳感器之後，其實我傳感器下低嗰啲 cable 啊，再就係其實佢仲有一個即係相當於一個交互中心啊。嗯，咁依家交互中心都係用 AI 噶啦。